是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迪莉安娜。Hello。今天要玩什么？茶法公主。这是茶法公主的城堡。这是咪咪，咪咪你的丽卡公主。我就想叫她茶法公主。好，它里面啊有很多配件。噔噔噔噔，它这里有只有附一个茶法公主而已哦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箱喽。二楼是这应该算三楼，最上面有一个城堡嘛，然后这边有一张床，还有一个棉被，贴纸我们都已经贴上去了，因为它这个蛮多贴纸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开里面喽。这边有个开关，向右转一下，它就打开了。噔噔噔噔，里面有东西哦。好，一个神奇的东西来了，姐姐这先放旁边，搬到后面去。这边有两个卡榫，把它打开。这边还有一个插进去的，拉出来。提拔，轻轻往上拉。马上就变挑高了。马上就变挑高喽，还没结束哦。拉上来以后，这边扣住，固定它才不会掉下去。卡住了，转弯，请看，它就变两层楼了。这个放上来就变顶楼了，茶法公主在顶楼，鸟笼就挂在这里。楼梯组装上去，在这里是这样扣住就好了，它是用扣的。它有一张纸板放下面，这就是芭比的。公主的房子，它的庭园喷泉，外面的花园步道，然后这边有个旋转楼梯可以到二楼，这里是沙发的部分，客厅，然后餐桌这边还有那个小点心在这里，还有两杯茶，看得到吗？两杯茶，两个蛋糕，还有一盘饼干，还有一盘蛋糕，草莓蛋糕，在这个放在桌子上。全部都放上去了。再来，我们介绍二楼喽。二楼的部分，这边有茶法公主的梳子，这边是梳妆台，所以这边有梳子，还有随身的梳妆镜都放这。这边它有附三个挂衣服的衣架，可是它只有附多附一套一件衣服而已哦。然后这里呢有它的假发。紫色的假发，还有一条是金黄色的假发，它这边都有一个小夹子，可以夹在头发上哦。然后这是有附假发的部分，夹头发的夹子有两个粉红色的，还有两个是蓝色的，也是夹头发的。这边有个洞洞，把它挂回去。OK， 三楼部分就直接把顶楼摆上去就可以了，然后上面是放他的床，他的棉被，就这样。丽卡妹妹，我们可以来你家吃点心吗？好的，我们去丽卡妹妹家吃饭了。哇，你家好漂亮哦，还有喷水池耶。那我们要吃点心可以吗，老板？好，你拿茶给他喝啊。安娜，雪宝来了，雪宝也来了，我们大家都来了。丽卡妹妹，你的房子好漂亮哦！快点啊，吃点心，吃点心，有什么点心好吃呢？我们来喝下午茶喽。他可以学我，安娜妈，他可以救我。安娜，哇，好多点心，还有蛋。吃草莓蛋糕，还要喝茶。可以看到吗？
小鱼给我。接下来我来挂一只帅挂衣服。等一下，先给姐姐换好，你再过去挂。因为头发太多了。那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啦。丽卡妹妹。丽卡妹妹。换好妆了。小热裙。小热裙，带卷裙的小热裙。把头发要拆掉。在梳头，麻烦梳顺来。好，麻烦公主头发梳顺了，要睡觉了，宝贝。我可以上楼睡觉了吗？可以。镜子。丽卡妹妹说。晚安。哄她睡觉。再来玩吗？还要。好，那今天的蛋糕 party 就到这里咯，要跟大家说什么？拜拜。